兄弟们，大家早上好啊！然后今天把我三轮车开过来救援一下，我叔的三轮车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坏掉了，不走啊。然后就在前面吧，三轮车给我老叔开哈，他说我技术不行，其实我技术还可以的，现在啊，咱们过去。老叔要换新的。全都老爷车了，现在。那轻点不够。这个三轮车成这样了啊，要换新的了。摔了后。本来是来拉车的啊，结果我的车也有问题，然后老叔的车三轮这个轮胎都快掉出来了。怎么的？推。现在把这个车啊。推到这上面来了，叫那个修车的过来，不然的话再拉的话，真怕这个轮胎掉出来。然后我的车也有问题，今天也要修一下。现在回家啊，现在还早，这个修车的估计还没起床啊，然后晚一点叫那个修车的来啊。我这个车今天也要修一下，先把它开回家。我的车有问题啊，老是熄火，感觉这个电啊供不上一样啊。现在三轮车已经拉到那个修车的地方去了啊，然后现在咱们来集中院这边，然后把鸡棚上面的菜喷一下农药。现在那个菜呀，好多虫子啊，好多菜都被虫给吃了。现在咱们去啊打农药啊，你不打农药的话，这个菜没长，以后慢慢的会被这些虫给吃掉啊。去喷农药了，走。农药已经喷好了哈，然后这个菜啊，确实特别是上海青被虫子吃了好多。然后前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下雨嘛，下雨天不适合打农药啊，今天趁着没下雨来打一下农药啊，看一下这个上海青能不能够啊长到绿油油的一片。现在好多发黄的都是虫子吃的啊，你要不打农药的话过几天全会死掉啊。现在咱们下去，刚刚上来的时候提了一点玉米哈，还有二十来只鸡，过年吓到他们了，就一只大公鸡了。这一只大公鸡好多人都看上了，这只大公鸡过年的时候拜神的啊。现在这个鱼塘已经干了很多了啊，下午的时候我带撒网过来撒上几网，看一下能捕到草鱼或者那个大板鲫不，咱们去摆摊卖啊。这里面草鱼和大板鲫还是比较多的哈，要慢慢卖啊，不卖给鱼贩子了，卖给鱼贩子挣不到钱。现在这边成了仓库了啊，存放一些东西。